主播先睡了，好的好的，拜拜。这波小话，欢迎洋洋。什么中话？什么意思？哦，对，月亮是中符。你先去看一下那个视频，就是你先去看一下我这一期，我是录视频化，你先看一下那个视频，有一期录视频化的，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它的细节。你不是小朋友，你不喜欢，那你是什么？感谢各位小朋友们的关注和点赞啊！这是 Jimmy Choo 的高跟鞋，感谢点赞。这个只需要加个外框就可以了，它背后是有框的，有内框的，直接给它加一个外框就好了，不要加玻璃，画不要加玻璃，戴了都好看。我个人比较喜欢，就是风格不太一样。这个小的是288，这个是488，小幅的都是288，哪种外框？外框你需要的话，你可以之后私信我给你链接也可以，就是你上随便上哪一个网站上面去淘一个外框就可以了，都可以的，你就直接送那个油画外框就可以了，给它配个外框就可以，不要加玻璃的，一般也就几十块钱，几十块钱就搞定，几十块钱还是那种扭机。有那种有机树脂的那种的还蛮好看的，就是加一个。所以小的都是。